把漫长来世路吹断，再回首情还在人已散。我恨苍天无语，总闭上眼睛不听不闻不看，任凭深情任凭真心随风离散，让我痴狂，让他伤感。日夜背负着下死的重担，让英雄气短就唯有爱。假如半生奔走最后留不住红颜知己为伴，就算手握无边江山也有憾。曾好强总有泪不轻弹，就你敢满怀苦心一算，世间最难为铁胆柔情男儿汉，难为男儿汉。曾好强总有泪不轻弹，世间最难为铁胆柔情男儿汉，难为男儿汉。知道你喜欢你的小蚊子这么叫是不是？我就一直叫到你永远不要再离开我。整个皇宫的人都要过来了，大王，阿房，你怎么从水晶棺里面爬出来了？不可能啊！阿房在啊，这怎么会有两个阿房呢？大王，他不是阿房，大王。不要走，阿房，大王，不要走，大王，不要走！这么晚了，你还往外跑？哦，参见大王。您说她是长乐公主？是。不是阿房。对，大王，蒙将军说过，长乐公主长得跟阿房一个样哎。大王，公主，秦大王在此，快给大王敬礼吧。免了，这么晚了还敬什么礼啊？快请公主回去休息，明天早上再来见礼吧。去。是。快送公主回去休息。是。不，不要走，阿房。大王，她不是阿房，她是长乐公主啊。相爷，圣人们在外面想进来给您辞席呢。不用了，散了吧。天下无不散的宴席，就让他们散了，彼此将来也都忘了吧。相爷，圣人们说没有修完的文章，是不是留在这儿，还是带回家去修啊？去告诉他们，那些文章修不修已经无关紧要了，将来后人所要谈论的是吕不韦的专权巨富，那些文章啊，无关紧要。告诉他们，让他们回去做个生意人，别再碰文章，文章是刀，会要他们的命的。相爷，是走太原呢，还是走洛阳？三大失意，万人家童都没有了，还有什么？相爷，您吩咐小的准备车队，这是到哪里啊？四川。
到四川吧，四川最穷，这样大王就不会怀疑我要动脑筋做什么买卖了。哎，没有想到劳害这个事情把相爷牵进去了，这个大阴人真是把我们害惨了。哎，昔为长信侯，今作落水狗，年高一恨事，恭维数恩仇，狼子月下豪，风雨闹中州，醉汉正机缘，秦农不到头。哼，相爷要带多少人马？一车一箭就够了。相爷，东西都准备妥当了。喏，都准备好了。相爷，还有这坛酒。什么酒？大王特别送来的。总管，外面有上千的人等着放盘缠，你快去处理吧，相国的事交给我好了。这酒是什么时候送来的？回去韩国之前就交代了小的。我怎么没有听你说过？大王吩咐不到此时此刻不能交给你。这么说你一直在听大王的命令行事？哪有秦人不尊重秦王的？我曾经派你到虎关追杀嬴政，你还拿了我的镜子。这事我都禀告大王了。哼，看不出你这个乡下人肚子里还蛮有周章的。不如此，天里的冬瓜甘薯也种不了那么大。佟四跟嫪毐看走了眼，会让你参与兵变的事。却怀疑向大王告密之人也是小的。哼，那是大王知人善用，把你这个蠢材调教成有出息的人了。总不能让姓吕的跟着你到四川去垦荒啊。好好，把酒拿来。想不到这阴沟里翻船的事情会落在我吕不韦的头上。你回去告诉大王，有这坛酒就够了，我也用不着去四川做什么辣椒酱的买卖。相国，酒有剧毒，喝几口就够了。好，我就喝这几口，剩下来的只留给你。小的依令行事，冒犯相国。吕伟，你可知道有个叫吕元，他是谁？真是我爹。你爹做了一手好年糕，庄襄王最爱他的手艺。庄襄王也就是因为这个丢了性命。你是说庄襄王是我爹杀的？他才是严正该敬酒的人。当然，株连五族也是免不了的。不要说了，我爹他又上了你的当。人贪尽力，必有远忧。大王也知道此事。他连嫪毐与太后偷情的事都查得一清二楚，这杀父之仇他会不知道吗？相国，提着我的人头回去跟嬴政报功的时候，也就是你的人头落地的时候。相国，相国，相国，提着我的人头去见嬴政，然后找机会把他杀了，你才能救了你的命，救得了一家老小。相国，相爷，相爷，相爷，要钱的人越来越多了，小的实在无法应付，他们有的在抢东西烧房子。其
死他们，这有什么用啊？我家财万贯，富可敌国。难道已死？相爷，相爷，相国，相爷，相国，相爷，相爷，相爷。范兄，老将军啊，有什么状况？昨日夜里，您正在院子里狼嚎，阿芳去找他去了。他用了刀？他手上拿着刀，还没来得及用。我相信，再多嚎几声，阿芳的刀尖就扎进去了。可是我发现阿芳姑娘神情不对，这林海消沉，好像渐渐对她失效。她似乎明白什么，又似乎不明白。照说扎一次针，灌三天用，咱们都已经试过了。三天之内，尽管对他仙人拉切，他不会抗拒的。如果今天没有机会用刀，老将军还得进去一趟，再替他扎一针。要是老将军能进去的话，就用不着替阿房扎针了，不如直接刺了营帐。哎，那可不容易啊！这明月宫四周都是轻功好手，要是能动的话。我们兄弟昨晚早就动了，今天晚上我去。哎，不行，你拖着一条腿，你怎么能去？早晚都要走这条路的。哎，牢里关着许多赵国的世子跟公主，如果灵丹不到，就要拿他们问罪啊。嗯，你赶快回去守着阿房，我怕他对秦宫里的一切印象深刻，一草一木、一人一物都会挑起他的记忆。那么林海消沉便失了作用，仙人拉纤自然也左右不了他了。赵国长乐公主求见。有请长乐公主。参见大王。起来吧。这位姑娘名叫阿房，也是贵国邯郸人，是大王的红粉知己，日前被歹徒所杀，就等着公主所炼的千年灵丹起死回生。大王日日夜夜守在她身边，再这样拖下去，他们早晚会变成一对。你给阿房吃了灵丹，能不能让他起身下地呀？嗯，真的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
起身下地那一天，就是我破土动工的一天。公主，来，来看，这就是我送给阿房的礼物。世间最难为，铁胆柔情男儿汉，难为男儿汉。假如半生奔走，最后留不住红颜知己为伴。就算手握无边江山，也有憾。来，公主，来，来看，这就是我送给阿房的礼物。建在渭南的上林园，周围的房舍加起来最少绵延300余里，一次宴客至少容得下10万人。所喝的酒可以行船，所唱的歌可以震天。这一座是特别为阿房起的，就叫阿房宫。东西五百，南北50丈，周围的走廊直达南山，以南山之巅为其正门，以渭水之桥为其通道，以紫薇为标，以银河为座，以玉当时以金砌砖，以珠宝为纱，以周鼎为府，何等的豪华，何等的气派，一定可以与日月争辉，永留万世。但是这一切一定要等阿房他亲自走进去，他的光。要是没有阿房的足迹，没有阿房的笑声，没有阿房的衣香，他的身形，这只是一堆土，一堆石，一堆朽木罢了。启禀代王，华阳老太后驾到。我来看看阿房。启禀老太后，她是赵国的长乐公主。不是，不是，你怎么会唱这支歌？这是阿房替我做的，你在赵国也听过这支歌吗？魏老太后，我就是阿房啊！快起来，快起来，他是阿房。那我问你，在这水晶棺材里装的是什么人？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她应该是长乐公主。不可能，那是我亲自从上庸带回来的。
因为在上庸，我跟长乐公主见过面，并且她换了我的衣服。为什么？因为公主她久仰代王，想与代王会面。但是她没有意料到，在大街上被同凶所刺杀了。我问你，代王有个小名，你知道是什么吗？小蚊子。代王在邯郸以什么为生？木匠啊。代王怎么跟你认识的？他打架。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说的是什么？你说你好美。你第一次进宫是干什么？去看公主啊。怎么进来的？骗人。出去的？翻墙。这忘忧坡上有个什么邯郸大树？文哥，文哥，小镇子，阿房，小镇子，真是阿房，有你有打针脚可吃，我有针脚可吃了，阿房，阿房，阿房，启奏启奏大王，莫道将有本上奏，到了，快起来，我们蒙点，看看，阿房没死，阿房在这，他才是阿房的，蒙大哥。莫将军，阿房，真的是阿房姑娘，恭喜大王，贺喜大王，泰山之行可以不用去了。对，天牢的囚犯可以释放了，我们的无敌大军又可以在大王的领导之下再次出征了。对，上皇玉龙将军李云，五府将军李忠求见。来传。参见大王，李云、李忠来接长乐公主回宫。啊，是。就算手握无边江山也有憾。啊，是。喂，为什么以长乐公主取代阿房？为了杀你嬴政。讹人，居然没有告诉你朕身上穿了一身刀枪不入的金丝护甲啊！是大秦相国吕不韦。可有误判？吕不韦告诉赵王说，你嬴政自幼在邯郸为质，饱受欺凌之苦，恨赵人入骨，一旦嬴政必亲师攻赵，玉石俱焚，其惨烈失败于长平之役。如赵王依计杀你嬴政，助吕不韦夺取咸阳，另立新朝，则七国相安，互不侵犯，子孙福祉，绵延万世。拖出去砍了！拖出去砍了！哎，走！吕不韦，吕不韦，你这坛子酒还真没有白喝。启禀大王，相国的人头送到，请大王开宴。吕不韦，他死前没有叫你带什么口信给朕？相国遗言，请大王自雍都接回太后，悉心奉养。不做贤君，但做孝子。孝子，吕不韦，等你碰到了我父庄襄王的时候，不妨告诉他一声，
朕的确是个孝子，朕为了千辛万苦才杀了你替我父庄家王报的仇。拿下。是。李卫，李卫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大王为父报仇，小的为父赎罪。你可是为了那水墨年糕之事毒杀庄襄王的女人，正是小人之福。哎呀，这个朕早就知道了。大王不杀仇人之口，反而委以重任，这是为什么？你替朕引身为鉴，去刺探那相国与太守的劣迹判刑，你知不知道你已经立了奇功一件，朕还没来得及赏你，你这么做这何苦呢？但求大王不罪女门，我亲三族四十余口，让他们冬瓜甘薯度其一生，我刘卫死而无憾。大王请多珍重，将军珍重。李卫，李卫，各位将军，多少年来周廷下有万邦之盛，而变成现在七国之雄，这是多少次战争，多少的武士，这险些与白骨剑刺而成功的，但是这七雄之间口音不同，文字不同，身动不同，车轴不同，礼仪不同，制道不同，其政注资不同，其学以及攻城略地，营师遍野，所以我主张兼并七国，一统天下。典章制度、风俗文化，全部由中央集权，郡县分治，整体筹划，一体遵行，一起达到天下大同、四海一心的结果。现在我嬴政已经登基即位，我今日请各位将军前来，是想请你们与朕共同做一个决定。我大秦这百万雄兵是远交近攻，还是六路并发？是先礼后兵，还是先兵后礼？是循序渐进，还是指导精进？还请各位将军多多赐教。回大王，我等已将并肩之意做成进攻计划，详细的办法在地图之内，请大王过目。大王战车马匹俱已齐备，大王一声令下，誓死征伐。既然你们调兵遣将已经胸有成竹，照章行事，今日发兵。末将得令。大王，大王不可出兵，千万不可出兵啊！这是我秦国大事，你不要介入啊！不，这是秦国的大事，也是天下人的大事，也是邯郸无可避免、无可逃避的大事。我是苍生，我是赵人，我求大王，你已经打了多少年的仗，流了多少人的血，大王，你就让士兵们休养一刻吧，让苍生喘息一刻吧，让将军们做甘泉之饮。
华阳之舞吧。吕薇说的对，每个人都有吃冬瓜甘蔗活下去的权利，天是不能夺的，地是不能夺的，秦国的代王也是夺不走的。阿芳，我们回避一下吧。苦命代，我们能回避到哪里去？号角在响，战鼓在响了，旗子在飘，队伍在走，将军在马上喊叫，百兵们在壕沟里切腹，我们整个的山河，整个的城市，都是战争的声音，战争的人物，战争的景象，我们还能回避到哪里去？我们还能回避到什么时候？求生之路，这是我祖龙托付的重责大任啊。文哥，可是在这条路上面倒下去的人太多了，就这几天，甚至这一刻，倒下去的李云、李忠、吕威，还有木箱子里的吕不韦，摄津馆里的长乐公主，在这一刹那之间，美丽的明月宫就变成了血的疆场，诗的坟地，死神的炼狱。大王，要是你执意要出兵的话，我相信从寒到烟，从魏到楚，都会在这一刹那之间变成这个样子。这是并肩吗？这是打同吗？这是四海一心吗？大王，将校千人在宫外候旨。大王，大军行止已早定夺。大王，难为铁打柔情男儿汉，难为最后留不住红颜知己为伴，就算说我无边江山也有憾。大王，大军行止已早定夺。大王，蒙武、蒙恬、王奔，你们说。愿代王开华夏之新局，成万世之基业。燕子丹，你说。我苦命丹，良心何在？说良心话。代王，请放小的归燕吧。小的要求和同志与秦决一死战。你知道这是夜晚吉时，你何苦？大王，你不要忘了，我是燕国人，灭国之长，明知不可为，我还是要为。这让你如愿以偿吧。大王，大王，大王，众位听令，在，今日发兵。血龙之上，尸骨来了，断我一个又何妨？阿爸，你是在劝我还是在惩罚我？让我恨一辈子，还是让我怨一辈子？阿爸。谢谢你曾经是文哥，
谢谢你曾经是小蚊子，也谢谢你为我捡的连环路。阿房公，还有为我上香祭拜，为我寻找灵丹，这一切我的心意足轻一了。阿房，大王，我最希望见到就是不要让他们的脚再踩到血吧。阿房，生奔走，最后留不住红颜知己为伴。就算手握无边江山，也有憾。
启禀大王，齐国已灭，末将不辱使命。辛苦二位将军了。齐国已灭，江山从此是我大秦帝国的了。秦大王饶命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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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两个，出来！请大王不要杀我们！不要杀我们！你来出征，为何携带女眷？大王，我不是来打仗的，我是来收尸的。没想到他没死，秦大王饶命！你参军之前是做什么的？大王，我以前是做木匠的。哦，咱们不是也做过木匠吗？你真心爱他吗？是的，是的，我们真心相爱，真心相爱。大王饶命！大王饶命！好，我不杀你们，回家乡好好种几亩田，多生几个孩子，好好过日子去吧。谢谢大王，谢谢大王。走吧，快点。邯郸难出客房寝室，重返故乡旧咸阳。是往事如烟，人相伴。君家要隔万重山，茅屋柴门留富家。但有百合卷霜衣，春风渡我过寒江。是时间的无常，不甘心让人轻忘。最初的那份真情爱，能否再为我在？情深似海，怎么却让我不敢开？春去冬来，两鬓霜白，白白白不开对你的依赖，该该该不该放弃了我的未来，生命的无奈，寂寞最难挨，期待岁月再回来，白白白不开人间的悲哀，该该该不该为了情结束的爱。心梦想尘埃，白白白不该对你的依赖，该该该不该放弃了我的未来，生命的无奈，寂寞最难挨，期待岁月再回来。